是咱会倒到排了山壁，爱甲互表演甲排后壁，迄款我感觉离足远嘞。虽然很远，但是心跟你很近。哈哈哈哈哈。那组长应该老好。各位领任，还有我们各位组长、处长，还有各位在座的各位青年大的大家，晚安。因此呢，因也袂学习，就由学校来当做伊一个内底共同学习。那么当然，因为在经典的这座个学校，会使讲非常的浅学，但是咱讲无古西北啊吼，因为老大老二都不在，啊，或许就是这个老三哲学吼，所以王经理慈悲吼，要他如果不在，是后续来学习。但是后续非常的惭愧，因为我在受发切，而且呢，领导张志直接甲我讲吼，拜托我讲，安尼由我讲吼，啊，但是因为我会使讲非常的惭愧啦，本来就无拒绝的这个100%的地位，所以讲吼，看到经典拢皮皮喘，哦啊，而且呢，我明仔载要去泉州，所以我有做些工课爱。做些准备，因为呢，予我出门吼，爱甲老公储备粮草，苗草爱甲拄着好好吼，啊，所以即几工个伊伫咧做些工课吼，啊，所以对于即一段呢，会使讲无充足的一个准备，只是予他伊即一段的即个予我个体会，啊，甲各位真个共同伫只学习，其实拢是咧共学嘛吼，伊即。有做大经的，其实咱嘛有变化吼，但是伊内底的真实伊有做会有做书，伊所以用一本有做大经吼，由法海小书呢来甲伊记述吼，了后用一本有做大经，互咱后一世修行人来学习。其实有做大经的注重多感会体，所以讲呢，伊的心法呢，会使讲非常适合咱白龙修书。在家技术的学习，因为呢，伊大部分讲的是咱的生活上，吼，体用伊自个生活上，伊一定讲着体，后壁安怎用，吼。那么咱如何真正明体来用，这是咱家己爱去下的功夫吼，因为要真正转学心理，会使讲非常的困难，因为毕竟咱拢是众生，吼，拢是念佛体的这众生。那众生有啥物？因为为虾米？如果咱是众生，众念重生，足济贪嗔痴慢疑，哦，七情六欲的物件，其实拢伫咱的心态内底才加重。那么要如何真正有法度让学佛甲大家所讲的根本第一，确实爱透过经典，哦，是自然甲经典的洗礼，这是佛法的一个体会。那么当然呢，我拄只有甲阮。主办的领任报告吼，因为学校今日真正身体有些块欠安吼，因为哦学校呢即几天骑机车去要赶电回来吼，啊人就无爽快，因为每一单的大人拢会发生一件代志吼，可能发生一件代志，可能是啊学校的业障发重吼，所以呢借了这语言无学校消业，啊昨下去看医生来急诊尔吼，啊伊人讲爱骑机。可能较无法度啦，啊，坐着我袂晓讲，我毋是细老鼠，我无法还袂70几岁，哪达十多岁尔。好嘛，叫嘛。好啦，那没关系啊，或是学习啊，那我发徛袂住的时候，我就自动下台吼，请咱三个领领吼，等下轮流来分享。那新美女安怎？我新美女来接。好，那感谢天师的吼，咱领领教我讲。迄个对37页，哦，37页，佛法是感觉讲吼，咱也是对36页开始读，读过了后就加咱个意象，咱才知影讲，哎，头前是讲啥物，咱后壁有啥物安接哦。所以佛法会加头前啥呢？读过一遍哦。那么佛法用闽南语来读，那么佛法如果若伫汉语个发音呢，唔对个所在呢？我发现人搁看到咱个江老师吼，坐伫遮吼，啊有一点点仔惭愧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等一下若有读了唔对，还是讲了呢，哦，无法度人大家即
个姓伊的所在呢，会当多多甲我包涵。那么等下会当甲我做些指正，这是我的盼望，我怕会当啊在下下个这过程会当上当吼。那么我怕着先对36页来读一遍吼。旧中日，伊与同事有对方无？创上奇迹，非然一文贬低，此其一个本色，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义。虽问同子曰：“上者何意？”同子曰：“密切甲了不知。”大师言：“世人三世时代，欲得传付依法，令文人足以来看，足够大义，即付依法为第六祖。”身受上座，有人龙柄上，师父上记，大师令人感伤。以此其修，面对福德；以此其修，有待利益。慧能曰：“五欲业上处，皆来修言。上人若处大非八个疑惑，必经行得当前。望上人引起以前礼拜。”那么在这一段，当然咱会当了解，也就是讲，哦，咱新秀大师做了一首偈，咱拢知影伊做的偈。咱五祖呢认为伊还袂建设，那么咱拢知伊做的是新时菩提树，新时明镜台，时时天佛七，佛树遮平安。那么这首偈其实，若依着咱即阵培养修士吼的意境，因为咱即摆不是副业。不是专业哦，无法拢讲是讲咱今日修行是副业的，啊，拢无甲这吼生死大事当作吼咱的正业，所以咧，人为人讲来讲吼，无法度达到迄个意境，因为咱无用心咧修，无专心咧修。那么伫过去我们做的时阵，暗影去的时阵咧，确实伊是专心修行，所以咧，学校每一处去出各方面的时阵。咱前人慈悲，我甲佛阿讲，因为佛阿拢阿甲讲，啊出外去吼，啊种种的航班拄到的困难，要如何来排解？那么伊拢甲佛阿讲吼，你一定要先肯定哦，肯定你今日办的天道是道经、地经、天人经，你对道一定要先有信心，而且哦爱用心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即卖一知见性。是众生会当一志建成，建成神佛。天命的修行，你一定要肯定。如果你若无肯定天命的修行，哦，无肯定你自己的天命，哦，咱修大明师，你就法度人一志，哦，这众生会当脱离颠倒。对家己要有信心，对家己的天命要有信心。啊，那佛法呢，拢会甲伊，甲咱先生讲感谢慈悲。当然，我对天命有信心。但是在天命伊是一个本体，在咱书方面的这个修观的过程内底，种种拄着真多的这困境。那么拄着的时阵，咱要真正要安怎有智慧？哦，这是叫做观经内底，真正就是咱培养修道师呢所拄着足多的这个经验。因此呢，佛法啊，嘛对叫做观经呢，会较有小小看法了解。啊，像咱目前在咧讲金刚经呢。后续哦，听了好几次，还是一知半解的哦，一知半解，因为那意境咱抓不着。那么咱在练习大游的过程，经过经历哦，一次一次的经验，一次一次的感受，学习起来的经验，就是咱的主角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前人拢教我讲，第一点哦，爱用心，爱肯定。那么在座的各位先生，跟咱同款哦，咱今日肯定得经历经天命经。在过去培养伊、安养伊，伊咧透过进修，带咱顶平书一字，而且一书传一道。所以咧，新秀大师伊写一首偈，在五祖伊个书讲个讲，吼，伊建设。那么为啥物建设？因为伊无得着平书一字。那么从个话在咱即阵培养修书，咱先得进修修，吼，咱看了这首偈，马上通了解咯。这还阁是进修个一个方法。可是，你爱顿悟，输嘞，原在爱讲修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呢，每一个人拢会拄着心路迷失的这个过程。哦，何况呢，常常看，啊，像我若去看咱小官处长的时阵呢，好
姐跟他在聊的过程，他都跟后姐说，啊，英雄最怕什么？迎来哦，哦，那后姐这两天的这个肚子痛哎，哦，真的也是很辛苦的。心花挂杯呢，你就干话就讲讲吼，啊，真正用一种较大的杯来来抹的时阵，咱的心智哦，跟咱的意志力，咱要如何去把持哦，去拿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伫遮，咱时常在说伊讲的这首诗呢，咱有人因咧念嘛吼，啊，就伊个师兄弟咧，就安尼一直咧，因为咱五祖甲伊讲吼，啊。祖香诵读吼，要读这首诗，啊，搁念两礼拜呢，哦，啊，恭敬伊时常来说写这首诗，因为这首诗伊代表面对恶德，哦，面对恶德，啊，搁咱伫上三贤德内底，天人君德啊，修德德，所以讲咧，这首诗是讲修的一个法门吼。那么咧，咱六祖伊知影伊讲，伊拢伫办个答对嘛，答八个外话吼，因为咱五祖嘛，知伊是一个开悟，一个修行人，所以伊为着要保护，叫伊去对办答对。那么伫个答对的过程呢，伊听着即个师兄弟呢，安尼伊伫个读啊，心是菩提心，心如明镜，来心是金如水，无数亿平安。而且即首偈的时候呢，伊感觉伊嘛知影真好吼，嘛知影，所以伊就问啊吼。那么当然。伊嘛甲这个帮主讲吼，迄落伊想要读这首诗，吼，啊要结大善缘，因为伊头前呢安德先就讲，伊结慧缘，先结之缘吼，所以呢，而且伊其实而且个帮主甲上缘呢，拢是六祖慧缘大师伊对这修行人的一个尊称，吼，而且帮主呢，我较有看一本道义的书，伊讲吼。其实这个东主是专，就是讲专门拢要上经，在安尼记的时阵爱上经，逐天拢爱做功课吼，所以爱去上佛典吼，而且来上经的过程来到庙寺，伊也想要求安怎度法位吼，求你，就是要即专心真心要来庙寺修行啊吼。那么而且也是讲，其实一个菩萨。如果来当对初发心，而且来度了世间话咧一寡啊七情六欲，即淫欲咧，伊着要修这菩提心咧，着咱称为道主哦，称为道主。那么即个上缘咧，就是咱在讲的即个显地性哦。咱即寡咧称之为讲哦，咱会使离开显地性的即个显地性，因为咧即显地性咧，伊是对具有地位寡。第一行行，计咱做一寡圣洁的工作，利益众生哦。所以呢，而且咱行为是上的。所以咱有做为做事，虽然唔捌字，但是呢，人讲佛法在天中中见，伊对所有的修行人，拢非常的这尊敬哦。所以呢，伊安尼甲这同事安尼称呼呢，相对的，这同事嘛非常欢喜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人也对咱尊敬，有礼貌，人讲礼多人。啊，咱即阵的人吼，世俗人唔是呢，要问哦，讲做要去飞去，安尼咧，人家甲你讲啥物所在要做飞去，你敢会来讲？会袂？嘿，那像来要甲我问路，想起来问小姐，请一个路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人讲我送个阿姨婆啊，婆吼，啊你请问，你若相对的，我发出去甲你讲，那对当兵去，我第一。伊甲对西边去的，所以吼，这就是咱核心的所在，吼，咱核心的所在。那么当然，而且呢，咱东主呢，带咱六祖来到南龙饼干的这祭前，的祭前，伊家礼拜吼，要祖香礼拜，而且咱来读这首诗，因为呢，五祖师父有安交代吼，你要读这首诗的时阵，咱去拜拜。爱心爷兄、哦小兄、顶礼拜拜拜先读。那么当然，你这边读的东下哦，就是阿伯这一段哦，就是这一段。我看呢，也读过一遍嘛，我读过一遍啊，我读过。
当初因自以前买卖非常远，非常不适宜，请上人委托，只有江州别家姓张名一用，便高兴托非常文艺，虽然也有一技无别家为师。别家言秘密作记，其书其友，非常向别家言。六合有上培，科技里初学，下日下下日有上上记，上上日有病医治。昨天年积有无量无边罪，别家言你但上帝，我为秘书，你用一法先师度我，无过出也。那么你这段其实也就是这个别家加咱这个。为人做事来为人哩，伊个即个对话，那么咱拢知影，而且即个别家吼，发咱来表达哩一个思维观。那么即为什么叫别家？或许就有一点点疑惑哦。他个官嘛，思维官了，思维官了，或者什么官？为什么叫别家？那么伫遮呢，我发找着即个资料哦，伊讲别家就是技术县官长的即个副官。那么迄个时阵呢？伊若要加这个次数呢，出门呢，吼、哦，伊是坐另外一台车，袂当交次数坐同一台车，所以才称为别驾，吼、哦，就是咱汉代开始的青铜官，这官位侍卫官。那么你家呢？咱了解这个张志勇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加这个。新时报的手，新主编今日一收机，连我咱六组群组书呢，伊听一遍哦。那么听一遍了后，咱拢知影六组是哦，地藏高佛来传世。当然，伊的地位已经是富足，但是而且唔满意的人，伊必然就无地位，因为地位在身不精，在官不强哦，在信誉无较侪，在官府无较少，而且一年内底，咱六组是富足地位。也是一个开放者，因为伊头前有甲咱迄落五祖弘忍大师呢对话过，哦，伊讲你来遮买书有啥物用？有啥物目的？哦，为求做好，不求疑问，即、這个目标甲即、這个啊，他这个目标甲即个方向也准准，所以五祖已经对伊做非常的赞叹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伫遮呢，咱甲咱就无共款吼，甲咱就无共款，可是无法拢安尼想。佛法即阵呢，像咱的付钱人啊，是洪经理，包括佛法来讲，哦，为什么阮咧常常出国去？各位姐姐，咱付钱人讲吼，点传师袂使讲艰苦，袂使讲咧，迄艰苦佫袂使讲在吞落咧，吼吼，或是咱在开检讨会的时候，听了以后哦，真的回去躺在床上，然后不可思议哦，啊，佫袂使说受苦一下，迄艰苦你就是爱。你就是本来就是爱艰苦的，因为你今日要做佛，就是爱先做众生的妈祖呢。哦，所以呢，在这里，或许都会觉得说，六准会六祖慧能大师，伊甘愿伫遐打堆哦，而且呢，上细汉佛下一个幽州，伫遐精密打堆的过程，其实伊就是咧练定性。哦，啊，何况刚是讲吼，应该完全。八年年的点门是以前来去打堆啦，身边迄个病史，因为阮拢无到顶，吼、哦，无到顶，拄着艰苦的时阵呢，迄心就浮动啊，吼、哦，爱有啥物会爱受这利益，第一使命，第二责任，第三就是要创啊，要成佛。要了脱生死轮回，前人甲我讲啊，要了脱生死轮回，因为呢，阮来去出教后面拢爱用跪拜。啊，前人慈悲，有时啊叫阮呢爱举，甲阮讲举躬就好啊。伊讲所以你敢六十啊？哦，我讲当然六十啊，我五岁孙啊。伊讲安尼用举躬啊就好，可是我还可以。为什么爱用大礼呢？因为毕竟伊是咱的天命师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而且咱这六祖伊嘛是同款呢。伊虽然讲伊唔捌字，可是伊富足智慧哦。因为人讲智啦强，咱说嘛。那色啊，强地着足，但是伊即阵地强，所以呢，一切无啥物分别，梦想一着的心，所以伊做直念的，伊着讲，哎呀，想要做一首诗。可是头前甲无错的对话，因这师兄弟嘛拢知影讲伊是一个格调，哦，格调。啊，所以呢，这格调啊，就是讲无受过文化教育的一个环啊，哦，咱即摆来讲的话呢，但是
智慧富足，人有人脉之分，但是智慧无有无分别吼。所以而且伊就讲，伊嘛是要做一修行，啊，即、这个白者吼，即、哦这个白者伊会感觉做张志勇也感觉讲吼，喂，那你是一个角度，你嘛想要做一修行？那么当然，伊做一修行呢，啊，就是针对新手吼，大、哦、师所做的一修行，啊，袂见是啊，伊做的就是一个对面。哦、所以咱阿爸咱就知影讲，伊做即首戏是啥物个即个状况吼。那么，伊甲讲伊要做即首戏，感觉奇怪，可是桂林阿爸甲讲，吼、哦，伊就甲即个张志勇讲，阿爸即段会使讲非常啊，会即个重要吼，会使讲非常个重要。伊讲欲学无上菩提，可勤无所学。无上菩提啊，就是咱个觉性。那么呢，咱个觉性。是来自啥物？只要你有悟，哦，人讲众生是白迷佛，佛是开悟的众生，差在迷与悟之间而已。那么在这个因缘，啊，就是讲，六祖呢，就反倒转来甲咱啊，即、这个张志勇白姐安尼啊分享讲，你若想要学无上的菩提，会使勤初学。所以虽然讲闻道。有先后啦吼，啊，就像咱即阵白羊修书，有得有前甲后，但是先有得会比个吼，会加会比慢有得个咧较紧开吼，吼，因为用功的程度无同款，有得靠根基，只要你根基做着会员，拄着因师宝师，你就当来修行师一支分比分。反倒靠天时的因缘，即阵只要因缘，拢会当来求道。甲咱过去青阳庙安尼无同款，但是呢，修道应该靠有福哦。所以伊而且伊就来讲，袂使轻易错学哦。下人有常常病哦，常常人有病异病，啊，是讲虽然伊足含慢哦，可是呢，有上进的智慧，啊，就是讲智慧富足，因为。智慧是每一个人拢富足，吼、哦，别个讲何其自性，本自富足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本自清净，明心白法，伊也遐个讲较非常的即个清楚，哦，所以而且伊讲常常人嘛有埋没智慧的时候，会不会会啊？像咱拢有一早拢常常咧讲一个故事，啊，就是讲一台大卡车，哦，啊，载即个迷花啊，过一个山洞，对无？啊，就是袂当过，我去遐山拢揢咧关刀相关，啊，一寡大人拢无法度，啊，是要揢起来，把迄棉花揢落，啊，是要安怎？上好办法的时阵，人一个囡仔，几岁囡仔，迄阵是啥？是几岁？我有一个小朋友，小小朋友，跟他们说，啊，你们这些大人啊，真的没智慧哦，啊，你们要把迄风箱我放一下，哦，请囡仔风箱我放一下，啊，你就当一个长子孙孙啊，你看。是这个囡仔有智慧，还是咱个大人较有智慧？因此，予咱了解讲吼，学校是上好项个。有时啊，人咧看迄、那个啊，我民国咧看迄种个影片吼，个时阵，我有看了一个大约有一个囡仔，哦，足厉害，像咱讲读经史册共款。世界，我真袂记住迄个囡仔个名，细细个面面面啊吼，读唐诗个《说文经典》。伫咱前阵吼，看一个影片，一个小朋友吼。左边啊，啊，我迄间看是一个十五边啊吼，伊足细汉个，着咱读所有个经典，而且呢，伊是讲对头，像咱咧背经典，对头背到尾是中差一条。或许各位觉得说，遮细汉，为什么遮厉害？哦，啊，即着是讲，常常因为伊厉害，还是优秀？像咱个围棋大师，伊敢做到？伊嘛做少年，对不对？结果伊是啥？本是围棋。很厉害啊！因此呢，而且互我拢感受到，其实咱伫即道场咧学习，只要有啥物有心哦，有发心，而且佫有心要来修班，即、這个人就对有心修哦。所以呢，你看佛法感受讲，宝光崇正的给团师啊，我真正捌去上课哦，上迄广电的啥物啊，就是要发一个电视过来，包括即个白洋电视台吼、哦，是宝光崇正。开一个白洋电视台，那么阮去上课是迄阵我爸人才的时阵呢，我看伊电传师三十几个少年啊，咱小姐，咱还三十岁，
头前拢食一台电脑，哦，啊，佮而且呢，穿的制服做真济，所以广东从众的包为什么这么的复杂？或许都会觉得说，真的，那个师娘呢，也要用用心的啦，发心的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头啊张看咱啊翁领导。伊讲一篇，因为我拄仔找一个资料，阿边拄仔有伊个演讲，哦，九思，哦，就是孔夫子讲的仁有九思，哦，史思明，密思聪，听思聪，哦，很多。到后面他讲的这个，他那一天是有讲这个，听。我感受咱讲领导的讲道理，伊无讲做深的经典，但是伊用足济的事件来做一个比喻，而且比喻拢以因内底一班听班的每一个人，或者神经，他所拄着意境哦，以摄影师、音控什么什么来讲。那么当然，这事件也就是看咱的用心多，用心甲咱的态度。所以才让我体会说，咱要做为人做事，伊今日咱成就着做，咱无做下来，我传予伊是原因的，哦，因为伊的态度，伊的用心，咱无做叫伊去堆房打堆，伊要第二句，哦，绝对就是随机堆房打堆，袂想讲，哦，我这我听伊讲经了，我体会已经足悬的足高的，为甚叫伊打堆？打堆是粗的人在做的工课。但是他没有违反无主的命令，哦，就是安尼做。所以讲，有事不敢问，无名不敢自尊，无事不敢自尊，有问不敢问。那么，伊刚刚讲领导讲的是咧讲事事件，就是讲对每一件大事、代志，你拄着每一件代志，不管性事还是你的事业，你是不是有非常敬业的一个精神？那么咱今日办理三折大开普渡，是不是要当领天命姻缘，予咱普渡三折这信仰，咱是不是用心？咱的态度是如何？或许就这样的一个体会哦。而伊嘛，比如呢，讲两个同学同一间公司啊，吼，啊，这另外一个同学是已经做到经理啊，啊，一个拢在做业务啦，哦，啊，这业务就甲伊的董事长问啦。为什么阮特别的？阮两个拢共医嘱，啊一个我伫我边仔做业务，啊人伊着做经理啊，哦，啊所以呢，伊个当时就着用一个事例，哦事例来互伊心服口服，讲为什么即阵那个业务啊，哦，那么呢，伊就讲讲，即个当时就着讲来，某咪呢是迄个业务，伊讲吼，你去菜市啊吼，去市啊头买一个西瓜，过几年恁敢捌听过讲领导讲真实？伊讲你后买一粒西瓜，啊，即摆迄个业务先来买倒来，买一粒大西瓜，啊，伊就讲，啊，你敢知即粒西瓜偌济钱？我讲唔知，伊又要问看迄一斤偌济钱呢？偌济钱知影一斤偌济钱？啊，像我爸买物件，就是甲即个业务同款，所以我阿姨我伫迄落咱个市场内底，我个心肝就是安尼，我嘛无问一斤偌济，我去买菜绝对唔爱问一斤偌济，拢总客拢总客。实在当时一千块银钞找出来就花了几多啊，花我做开的业务同款，一斤偌济唔知吼，来去去问问倒来一斤偌济，知影个头当时了报个，当时了个讲啊西瓜有几种，我唔知，就去问一下，三种西瓜，有无籽的西瓜，有小肉啊，拢总叫做西瓜，哦，啊来叫个倒来，就问，啊伊出三里地。西瓜出三里地，小叶仔出三里地，无籽的西瓜出三里地，安尼总共走几撮啊？四五撮吼，啊又浪费足侪代志无？事倍功半呢、欸？但是人佫叫迄个经理来，叫你啊看哦，去经理来。啊，某咪人啊，你去买一个西瓜，结果迄个人会安怎问？去上面头半个时间，迄一撮都全部拢知影，一斤偌济吼？啊，大粒西瓜出三里西地，啊，什么出三里地，大家拢知，哦，啊，什么会卖偌济，卖偌济，啊，迄个西瓜什么时阵适合吃，安怎吃嘞，什么，全部这个经理
全部拢总了解，一届事半功倍、嗯。这个就是态度，对不对？你心的态度影响你的能力，所以在这里跟我们这一段呢，后雪觉得说非常的贴切、哦、非常的贴切。啊，就是讲，不是讲咱的成功绝对有原因的，哦，咱的成功绝对有原因的。那么你这上上面的一年内底，即使你生得好，心中脾气跑到外足好，外足跳，可是呢，你的办事能力未必会卡。啊，你看一下，含慢含慢的，互我着写一个，比如阮以早统一的业务来讲，我迄，迄个啥物阿南叫啥物名，互我用的，但是我你知影叫做阿南，伊着即阵在咧大咧，即阵在咧大一间公司呢，互我甲讲哦，迄、那个阿南啊，甲迄个吴国英，吴国英伊甲即马搬转来咧菜市啊，啊，互我去买菜，哎，伊伫即边互我徛咧，即边叫落咧甲互我收。所以这个我是讲过，啊，在中央市啊，有人咧叫互我咧，互我用用麦头，哎，吴国英，互我听啦，我讲，啊，你这大哦，伊讲啊，有要走去对，哈，啊，有要走去就确实有影，你买卡徛有人诶，哦，所以呢，在一再的有呢，互我安尼想，毋是生出做个老岁大学生，啊，是讲伊感觉伊业绩好，电脑做到迄种诶吼，伊也做业务做会了。而且奖金嘛，袂有惊比伊较济，但是伊足踏实的哦，脚踏实地咧做，脚踏实地咧做。而且来来讲讲，货要先进先出去，对是伊一早收袂点啊，哦，因为高伊个人无咱早收袂点啊。啊，若迄较，就是你头脑转换较紧，大部分做走走盘上哦。所以而且后下方，直接体会讲，确实哦，下下人有地会当转换，就是。那么常常因哦有地，但是伊执着哦，伊会执着，安尼有时啊就会真正吼比怨妇吼比众生。所以呢，而且咱来了解地价切入比有一些哦。那么呢，股价一千，你千里必有一得哦。按说拜拜拜，马安怎？一波踏步，有一波踏哦，有一波踏。所以而且啊，甲咱提示讲哦，其实咱在道场，咱一定爱尊敬每一个前辈，即每一个前缘大德，袂使讲哦，比你较歹，啊，比你较水，我著嫁伊较好个，不能够有分别心，即也就是讲袂使有分别心啊。那就对讲针对咱的本体性，就是坚定的哦，针对咱的本体性是坚定的。所以而且。伊讲嘛，亲人咧就无变量、无变数，因为你的心产生了分别。所以咱这里阿爸才有讲平等性地，心无变哦。伫三心转世第一年内底，伊就甲咱慈悲平等性地，达到要达到平等性地已经菩萨，而且已经菩萨的已经，因为菩萨是众生，伊是平等心的哦，伊是平等心。但是伊还佫有一点仔执着，第三，伊所以较无法当成佛哦。所以而且呢，咱也就是听菩萨的过程内底，绝对袂当轻敌哦。伊是真正佛法在公司呢，佛法绝对对迄小最弱势那个人最好吼、哦。啊，那些经理啊、副总的迄哦，那边就上好，因为他们都吃得开哦。啊，那些上位司机呢，佛法真正对伊绝对哦，佛法都会就是一定要照顾这些人。跟咱即摆咧修房子嘛是同款，哦，真像咱前桌即摆有一个李福生前贤，伊今仔求道可能拿三个月后，伊就开始食素食，伊就讲我讲伊要离婚，伊要请考，哦，因为伊捌因讲的妈妈就是咱迄个苏琪，啊，迄个苏琪已经请考做侪年啊，啊，伊就对即摆拢求道了拢食素食，啊，来咱佛堂三四百搭酒吧，因为伊的机缘还袂成熟，啊，好些都没有强迫他，但是好些甲伊讲一项袂感动。我就甲讲吼，福生，你吼、哦、先用你的手机自拍，哦，你还袂开智慧哦，你还袂有得，你先自拍一下，哎，哎，真正拍呢，拍起来传给我爸，我讲你先传给我爸，啊，即马吼礼拜一就要来，对不对？后礼拜一要来，后礼拜一你来吼，想要开智慧哦，因为咱帮助开智慧，啊，你开智慧了，一礼拜后哦，毋是随开了你就随去，我唔敢讲有影响哦，吼，一礼拜后开始一场。哎，伊本来就是老火手安尼服务，啊，老火手服务入去是毋是较老？迄叫不修边幅吼，啊，就一礼拜啊，救得了哦。哦，我就甲讲哦，啊，即摆咱找着本来我，啊，就拢无啥物脾气，无脾气歹个，
就是研究经典来，跟一礼拜来来，伊就喙齿拢起起来。各位先生，喙齿拢起起来，还笑嘞，比较笑。所以吼，伊就真正个去讲，江妈妈，你看我怎么变作笑嘞？我们大陆个拍手，讲真是求得了，排队为了，茅塞顿开了后，甲你迄落压力规定已经死无同款了。所以伊就真正开始食素食。啊，我甲讲，你既然找到本来，我就是无一切脾气毛病，要成佛成菩萨的，要爱食素食，吼，爱心助慧心。而且伊来咱遐食，像即届阿姨去吼，煮油饭哦，食三碗至四碗，啊，煮咱两碗头啊大块，真正食，一小囡仔食三四碗，啊，大家食饭拢要坐互我的边啊，哦，拢坐互我的边啊，啊，上起初吼，因。中国大陆的男生有一个坏处，什么你们知道吗？不喜欢洗澡。那坐在咱身边哦，还袂遇到以前哦，但是我三代拢无来，因为伊学佛的哦，伊讲伊大悲咒上好。哦，我讲大悲咒敢会当让伊成佛？我无听过大悲咒会当成佛。当然你念念佛的当下会当清净哦，啊，咒语会当庇佑于平安，无对，但是。会当辛苦袂，做好就清楚。哦，啊，即款咧，大家来食饭。即妈妈，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我说好，坐坐坐。哦，啊，我看伊只看较爱情的阿姨，阿姨坐伊，我一边，阿姨坐我一边，啊，阿姨拢甲我跪手跪一跪一，看伊搁再听一碗，搁再听一碗。哦，我甲讲阿姨，就是你煮了上好食，我可能伊用两摆煮，消化不良哦。所以咧，只咱互咱体会嚟讲，确实。咱对兄弟姊妹一定要一视同仁哦，要平等心哦，安尼较袂真正有时啊吼。所以讲吼，经典心灵是咱十五条戒内底其中一条。我看我亲身体会，经典心灵一条上安心哦，因为一句话有时来考到做一兄弟姊妹吼。那么而且也是讲伊后壁讲个讲，就去人只有无量无边的罪。无量无边的，无量无边是我都用计算计算的，哦，我都用算卦算，所以说我们也承担不起，哦，承担不起。那么这个给讲这些张日用呢，也是搞讲哦，你当上帝无有秘书，好，你读你上，你要写一首诗，要叫我给你写一首诗，哦，我帮你写，但是阿边有代价呢，有啥物代价？你就跟我先先书读哦，不忘初见哦。他有条件说的哦，有条件说的。为什么呢？那你的能够更爱尊师重道哦。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很好讲，但是要做到能够圆满很难。我们都是要边学边做边调理的哦。那这个张日用这别家为什么安尼个有做过？因为伊甲讲头前一段话，下人又相信伊，相信伊有病一定，不过亲人亲人又无量无边罪，这一段话已经因为这个张日用呢，伊既然来到五祖的佛堂来学习，虽然是一个别家，但是因为伊哦佛门咧修佛法，伊一定是一个有根基的啦，哦，而且有信心的啦，伊听这个话了，伊感觉足忏悔的，哦。人一个讲五百字的较了，我都讲这个直接这么有智慧的话，那么伊上经上这么久啊，伊搁无法度去体会，所以呢，而且伊感觉讲伊是一个吼非常秘密的人，会使讲是一个开悟者。哦，伊讲这首偈出来呢，绝对是会相对啊，也对就是这首偈呢，会做一个人工做一个跳板啊吼，所以伊后壁是一个。建行的一些法门，可是啊，阿表来那伊有甲咱讲到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当然，伊将来佛法，今日准备呢佛法吼，今日我安排，迄二十四小时安排较满舒适。但是哦，明日准备叫我好休息，我刚刚准备有哪爱啦，因为哦，毕竟伊只黑鬼哦，伊只黑鬼。但是你没有准备的话，你家己当意会两个没办法言传，是不是？有啥物讲出来准备资料？哦，爱做资料，爱做投影片，而且爱即种哦，放去休息咱前人，因为咱点人师上课呢，10月9、10、11上3天的课，哦，高位呢，我放
十个星期半天就是要上这个课。那么上三天，都要一天开会，都要四天，而且要住义和圣堂。或许请示前人说，前人之辈，我住中央尔，我甲王经理，甲王经，我甲王经理，我讲，我无讲前人吼，迄领导不敢。我们可以回家睡觉，明天隔天再。伊讲上来讲会使，我规划就甲伊讲啊，无我来管啦。哦，住在义和圣堂真的睡不着，你像我我来讲爱情，我嘛困袂去。我讲金屋银屋还是我家的国屋，我袂使，国屋爱看伊咯，三工爱遐住三年四月。那么呢，每件点样事拢分一条地方。哦，资深的点样事都是领导学。或许有偷看到资料了，因为那前人不懂嘛。那或许哦，我们这些心里面的点人是，就是或许的比较简单，26点。但是26点我话要公告完哦，70分公不完。可是我话也爱抓重点哦，所以有不然点我话唔捌的，我张礼拜一下底下去清洗坚韧哦，那来点做啥呢？来领。天面点传比清修的脸还要清修呢，比禅师还要高明呢。哦，我讲这是要咱解说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去清洗的桂林内底，我发一个体会，啊，就是讲，今日其实学然后知不足。哦，你好厉害，你好，你唔捌的太济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家咱一个开悟，比如讲啊，咱桌前的，咱前人老讲。伊个德性哦，甲伊所讲太水，哎，甲佛法上已经完全无共款，完全无共款。哦，阿佛法就是讲，这个真的不是你一天吼、哦、就可以成就的。人家讲心得，心得唔是讲你等于就叫心得咧。人家迄款内底资料有哪有？往前很啊，成道啊，拢等于成道啊，啥物拢唔知影咧。伊讲心得涅槃。哦，天道的实验，拢是在你一活伫世间的时阵爱实验。如果你活伫世间无实验，哦，你等于也做袂了。哎，咱刚刚是有人讲道理哦，咱是开伊讲的吼，讲吼啉烧酒的、跋筊的，啊，搁啥食薰的，去游天道做袂了的，因为无人教伊跋筊啊。伊讲啊，你凊彩拢无人去食跋筊啦。玩一下，麻将打一下，消遣一下，无半人要嫌伊。哦，饮酒的，我讲恁遮个拢无人爱饮酒啦，啊，拢无人爱食薰啦，安尼天道敢待着？你刚开一讲师，谈功德的经，讲的这话，或许觉得说他的阐述非常好。哦，啊，亲像我拢想假招出国哈，我或许今年第一次参加《道德经》的上课，或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以前我想起来听班经嘛吼。被天安的机会出去了，啊，所以天安的讲师哦，真的是，其实《道德经》的讲师都是每个礼拜，哦，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要上去上课，以前或许也常去上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大学》《孟子》哦，啊，大家学到第一天呢，我就怎么袂当去上啊？啊，咱今年有够有去咧上嘛，所以我沈荣中领跟那阳明华领跟你应该要去上。因为我看法就是咱上班嘛咧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讲啊，你讲其实要把握学习的机会吼、哦，所以你讲咱这一代吼，伊伫伊学习一个歌，可是伊嘛是学歌哦，所以咱会当对啊这首曲呢，你讲讲会使讲非常一件赞叹。所以咱拢我听了以前有一个常不迁菩萨我，伊看到你吼，伊就甲你讲你会成佛。啊，咱四年教育吼，我。第一届是马龙红的，一张纸互伊写，哦，啊，你来打伫迄个人，哦，你上赞叹的迄个人会较只命，哦，啊，写啥？某某某前贤，你会成佛，哦，啊，这是公道老师咧改的，讲常不轻菩萨，伊讲我每一个人都会成佛，所以这常不轻菩萨就是讲，伊绝对无咧轻视别人的，伊对着每一个东西的追求、追求的，有可惜伊无。你有可能每一个人看到，伊就讲菩萨，你行菩萨道，你绝对能够成佛。所以讲，咱每一个人，咱嘛是感官，还有这心念哦，对众生爱坚定哦，啊，而且呢，观众生拢是福德，每一众生拢是受福德的人，福福人的人，
我是觉得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拢是显必显，哦，拢是显必显。那么呢，伊讲哦，呼求众生的该是皆悉平平等哦，法及众生也是平等哦。这是伫咱的《妙法莲华经》内底是第一段，所以讲其实不是讲你学偌久哦，会重要，是伫看你的有功还是无功。所以讲，以前的这些结晶当中，当知菩萨不重酒席，不轻出血，何以故？一切绝故。哦，就是讲，你伫学的过程内底，你是不是真正感动？哦，有真正体悟无？那么你学所有经典内底，不老经典度众生，天降福禄，尽百福。而且一年内底，咱这经典拢写到咱的众生心。所以讲，咱目前很常常来讲，常常来讲，还是常常来讲，常常来讲是我总干事的那个口头禅。常常来讲，哦，来讲，金刚经扫三心归四想，那是拄着代志的时阵会安怎？哦，要去调调部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呢，而且呢，咱学的这一段了后，哦，伊的重点就是伫这个后边，吼，伫这个后边，一定要以平等心啊来看待一切。众生万物，咱才有法度人真正哦有所修就菩萨道。所以呢，为人甲我发问，想提出呢，咱全尊的陛下哦，他也根基也非常的深厚哦。伊救得嘛，都因为去年小戴呢到诶谢灵寺佛堂呢，直接传去救得。那么救得了后呢，咱林凤呢，也是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。谢谢来接来负担，啊，因为伊是做保险的，哦，伊甲咱总干事讲，伊是保险业的一个专业，啊，伊呢跟有一撮咱张淑珍摊子去，所以讲咱那个总干事有时间吼，咱爱飞来泉州一下，嘿，伊那爱来教我一下，咱的医生吼，即摆过来团队，刚两三伊本来是一人团队，哦，即摆因为咱佛堂学习了，即个无人哦，哦，咱。在上个台新台新闻讲，爱大人有功德了吼，哦，差不多啦，真正有德，那咱存心，那么存心了后，你福报自然就好。所以做大人的同事，读足侪同事来，安排同事来，有时个，有时个团队，哎，这有团队吼，总干事你敢是保险还有团队，像你有时了有团队，免想着你个拢伫存当面薪水。啊，即伊个一个团队，啊，我一个团队内底吼，我拢安尼讲，哎，即个就得了，要如何来学习，哦，所以今年拢有咧学一节，伊嘛无食素食的，哦，啊，就最近啊，因讲啊去家访来嘛，看婆婆讲，伊想要做个清透，哪会使，哦，当然伊伊也还袂先去进前的，咱甲讲要送来食，哦，你就是先随缘菜这样子，哦，啊，因拢伊婆婆来煮，伊我都煮饭，伊下班等婆婆煮好啊。啊！而且伊下课拢会来学个节。那么伫这一年内底，我是想讲，食真是最重要。所以，我明仔载看数量，可能比我阿兄弟都还大。因为你莫讲我讲，咱泉州拢无数量。那么伫咱要鼓励食素食一年内底，我敢是讲真正个台湾个数量哦。咱是较爱食素食，你像咱刚才个食个鱼皮吼，伊都做起来做素。但是要煮哦，要煎食，一定要煮哦，才会香哦。啊，当然感觉寿司好食哦。那么而且，但咱个人食寿司，啊，所以呢，医生就讲，我阿妈问这么嘛，为什么咱爱食寿司？我凭良心啊，万物一切的动物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啊。哦，像我阿孙的人，伊去读册，哦，就进读那个我阿婶讲的啦，我阿婶去读小四。按同学都讲，我们全班哪一节吃菜？哦，啊，洪子伊班有三个，哎，伊咪班一个。按同学讲，洪子雪，你那么瘦还吃素？为什么你要吃素？伊阿讲，伊唔是听得你吃素去了，伊唔是。伊讲动物是我的好朋友。哦，即句话同学有听到，动物都是你的好朋友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好朋友你要吃它嘛，不然你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可以吃你嘛。安尼讲个，遐同事拢点点拢无咧，袂甲伊用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其实即阵好渐渐，因综合国小，因敢毋敢伫综合国小，他们礼拜三学校吃素。嗯。因好做些学生啊，听讲做些咧，我看到即间叫我教会去出来下课吼，
囡仔有够多，即囡仔是拢走去台北市，毋知几户啊无轮过来，但是他们也有营养午餐，哦，啊所以呢，伊即款足侪就熟悉，嗯，伊真侪呢去都用这个学校，伊也跟我讲，婆婆，我们同学很多都跟我住宿了，我说很好，这就是会当去交换吧，哦，交换吧，哦，所以即个学校感受讲，其实伊只一段诶，就是我能了解。一切平等的音乐才造就我们今天要不吃肉吃肉，不吃重吃肉，这是后学的一个感受啦。那么歌阿爸的录一段，那么这段呢，咱公要好快就会下来啦。啊，各位三位你认真准备哦，我们这边有课到的讲师，来阿爸呢，好快再弹一遍。